今天呢，小宁要教您一个省钱的绝招，那就是怎么用最少的钱做出好吃的酱牛肉。为了给您教这绝招哈，就变成了比超市里买的这酱牛肉还要好吃。究竟怎么做？您接着往下看。在家制作酱牛肉不仅好吃，而且放心呐。主料除了牛肉以外，还包括香叶、花椒、八角、丁香、白芷、盐、味精、黄酱、糖或者代糖等。这15块钱的生牛肉，真的能做出41块钱的这个酱牛肉的味儿吗？没问题。能比它更好吃吗？哎，一定的。哎，有什么绝招没？哎，好，这个呢，首先啊，我们要想这个牛肉好吃，首先选料，这个呢是属于牛腱子肉。牛腱子肉，哎，这个呢也是属于这个牛的腿肉，腿部的，哎，因为呢，它长期的抖动啊，里边有很多这个筋络。啊，哎，吃起来呢会非常的有弹性，所以第一步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要选对肉，选好肉。没错，哎，选好肉以后呢，哎，据说您还有一个独门法宝，是不是？哎，特别的道具，现在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这个呢，其实呢也不是说什么法宝，就是竹签子吗？竹签子，竹签子，这和制作酱牛肉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呢，我们呢要用这个竹签子啊，嗯，哎，把这个牛肉啊给它，哎，你看没有？呀，扎进去。哎，对，这个牛肉呢，嗯，它呀，就是说为什么做的不好呢？不容易入味儿。不入味儿，因为这牛肉啊实在是太厚了，哎，所以它这肉很难入进去。而且呢，它这个肉呢，嗯，一收缩的时候呢就比较实，嗯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呢要先给它扎透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好，哎。做好酱牛肉第二步，那就是要扎。而且如果说家里没有竹签子的话，怎么办？哎，就用这个啊，这个牙签、铁签子，或者哎牙刺儿就细了一点，细了点啊，或者说呢，一次性的筷子给它削尖了，哎，都可以。下面一步是，然后呢要腌制，我们呢要多放葱、姜，嗯，看看还有什么。然后呢，来一点蒜，这个蒜呢。哎，我们呢给它摁开就行了。好啊，就直接放进去就好。哎，对，然后呢就加入料酒。料酒，哎，料酒呢可以多放一些。嗯，哎，因为这个呢，嗯，它可以吸收在这个牛肉里面，使这个牛肉更软化。哎，我好像听说这个做酱牛肉的时候呢，只要是酒都可以加点。哎，没错，白酒行。哎，白酒也可以，啤酒都可以。哎，黄酒，然后呢加入酱油，酱油，嗯，看看这个，这是豆沙吧？哦，不是，黄酱。制作酱牛肉关键原料之一，黄酱。黄酱不仅能上色，而且做出的酱牛肉还有淡淡的酱香味儿。黄酱超市里都可以买的。哎，没错，加入盐，加点盐，哎，加一点点代糖，然后呢，就要给它，哎，按摩了，按摩，嗯。这个呢，就是啊，一定要让它把这个酱啊充分的溶解开，啊，哎，然后这个糖呢也化了，嗯，哎，最后呢，我们再加一些味精，然后呢还要加一个啊重要的药材，嗯，哎，说的挺神秘，来你闻一闻，有股药香味儿，哎，这叫什么？白芷，白芷，制作酱牛肉关键原料之二，白芷，白芷不仅增香，而且能使牛肉的肉香挥发出来。一般白芷会用在什么样的菜里面？比如说酱牛肉可以用到白芷。哎，你比如说酱牛肉啊，嗯，像那种扒鸡呀，啊，啊，哎，像卤的菜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一般的这个卖调料的市场都有，都有。如果说在市场买不到呢，您就去这个药店去买，药店有卖。哎，对，它呢几块钱一克，非常的便宜。嗯，然后呢，给它放在腌它3个小时。3个小时？哎，这么久。这个呢，就是为了让它入味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牛肉已经腌好了，哎，好，然后呢，嗯，我们下一步啊，嗯，就要浸这个牛肉，也叫煮，加凉水啊，哎，哎，为什么不直接加热水啊？这个牛肉呢，很快的就受热，嗯，外边受热呢，嗯，它的这个啊血沫啊，排不出去，哎，就会凝固在肉里面，哦，这样呢，这个肉啊吃起来不香，而且呢，哎，有淡淡的腥气，而且呢，我们腌的这个汁儿呢，嗯，也可以倒在里面，哎，一起去煮。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再进行2次的入味儿。哎，这个呢，大概需要开锅以后啊，嗯，哎，煮它40分钟左右，煮40分钟，要不要加蛋？
哎，加上盖，加上盖。40分钟时间虽然长了点儿，但是为了保证最后成品的口感和香味，您不妨周末拿出点时间自己试着做一做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，要做的是真正的酱汤。哦，所以这煮好之后还不算完，哎，还有下一步。没错，我们呢少来一点点油，然后呢我们来一些糖，炒一些糖色。这油还没热，就得把这糖给炒进去。哎，这样呢，先让这个糖啊化。实际上啊，哎，这个糖色呢要比我们做拔丝啊，哎，稍微的老一点点，稍微深一点点。哎，对，但是呢也不能过深，过深呢就糊了。哎，颜色越来越深，开始冒泡了啊，有点酱色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给它啊，哎，离火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要加入料酒。这个颜色啊，非常的红。然后呢，我们加入开水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加入香料。制作酱汤所需要的香料有香叶、花椒、八角、丁香和白芷。香料加入以后，再加入料酒、酱油、盐、糖、葱姜，小火熬制。最后把煮好的牛肉放入酱汤中，小火煮15到20分钟，煮好之后自然放凉即可食用了。这个自己做酱牛肉的过程好像挺复杂的，但是很值。为什么呢？酱牛肉超市里15块钱，生牛肉买回家，加上这些料，成本我觉得不超过16、17块钱。没错，尝尝的味道怎么样？好，酱香浓郁，哎，非常好吃，有淡淡的酒香，有淡淡的酒香。哎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在家里做哈。比在餐厅吃，比在超市里买更加的让你放心。制作酱牛肉，您只需要记住一选、二扎、三腌、四煮、五酱这五个步骤，就能在家吃到比超市卖的还要好吃的酱牛肉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您学会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很重要要提醒您的是，我们天天饮食的天天有礼活动呢已经开始了，您只要按照我们屏幕下方的方式来填写我们的观众意见调查表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天天饮食10年典藏图书，一共是10册。啊，我要继续吃我的酱牛肉了啊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教您如何用一滴油制作出色香味美的生煎藕饼。精彩内容尽在明天的天天饮食。